位，这里是音乐猛开头，我是小凡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从此君王不早朝，楚风舞蹈实在是太撩人。但遗憾的是，现在的影视作品有时连造型都无法完善，甚至还会出现缝纫机头等雷人造型，能把古典舞的那种韵味呈现出来的就更少了。种种原因导致我始终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古代君王会征下江山而要这种美人，让我一度怀疑那些昏君的审美。直到我从唐砖中看到这段丽人行，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古代会有那么多的。这么美，真的希望要好好的保护与传承，不然想要理解谦谦君子温润如玉，回眸一笑百媚生等句子，可能真的要靠想象力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